Yinhui. Hunan 防来 Wei Yaxin 罚球. Liu Cheng 接罚球. 比赛开始 0-0. 这场混双啊，其实何基廷啊，刚刚我们也是说到过，这两天的这个状态啊，真的是非常好，特别是昨天啊，何基廷和魏亚青的这个半决赛当中，也是击败了3-1，击败了任翔宇和黄雅琼，也是给黄雅琼和任翔宇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 漂亮！下面对这边刘成和林辉啊，今天这个刘成也是兼相了，也是派出了自己的最强的一个阵容。 这个球，换发球，2-2，看到有争议。换发球，3-2。 其实我们说到今年的羽超联赛，这个改成11分制之后，特别是在双打项目上，这种不确定因素确实非常多啊。嗯，是因为双打整个节奏会比较快，然后包括发接发啊，整个拿分丢分还是比较快的。然后11分它分数比较短，然后就不允许犯错吧，就一犯错的话，比分一跳开就会比较难打。 可惜啊，这球其实刘成防的非常不错。机会。刘成的球杀下来，杀女孩子还是不是很好防。对，非常重啊。嗯。 5-5，这球落点打得非常好。 8-6，界外，9-6，9-6。
10-6。今天第一局上来感觉这个特别是湖南这边魏亚欣啊，整个感觉还没有放开，对，整个人还不是特别的幸福。对，第一局比赛结束，厦门侧防胜。厦门这边还是比较有经验，整个在发接发上的跳分一下就跳分很快。对，那11-6，刘成和李云辉是先拿下一局。今天何继廷和魏亚欣跟昨天啊在半决赛当中和瑞昌的比赛当中相比，这个整个的感觉还是没有那么强的冲击力啊。确实因为昨天那场球可能我们都想着这个亚琼和任翔宇的一个搭档吧，因为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还是没有遭遇到太多的波澜，但是遭到了这个湖南队混双组合的非常强力的阻击，所以今天这场球看到我们觉得他们跟昨天的表现相比啊差的有些多啊。昨天他们就整个的节奏速度打得比较快，然后都是整个场上都是他们在主动，嗯，然后今天相反就是可能在速度上没有打起来吧，然后包括对面也是比较有经验的老队员，然后在一些发接发上的一些转换啊一些经验还是比较老道。0-0，双方第二局。漂亮，2-1。嗯，击球点太低了。接发球还是没有把球打开，对，这刚好打到对方手上，嗯，而且回球也太高了，嗯，刘成的这种双打选手啊，这种接发的经验啊，他的出球还是比较硬，嗯，对，比较不好接。发球违例，这球是判了发球违例。换发球，5-3。
4-6，李云辉发球。嗯，这个球，其实魏亚欣的位置还是比较靠前的。对。嗯，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不想起球。对。勾这个对角正好是被。对，两个人其实已经逼上来了。魏亚欣抓到了。漂亮啊，两个人连贯的很好。5-7。可惜了啊！8-5。还是在发接发环节啊，这个双方都去想追求这种更高质量。着急了啊！没有压制。对。这样的话，何基廷和魏亚欣是11-7扳回一局啊。其实，这个打到第二局之后，能够感觉到两个人的速度回来了一些啊，对，能够跟上。相比上一局也是连贯更快，对，稍微找回了一点自己有的节奏吧。其实，在此前两轮的交手当中。在混双这个项目上，目前这两队选手都还是没有进行一个正面的碰撞，都没有打过。所以今天看得出来啊，厦门派出刘晨和李云辉来打混双这个项目，也是想去跟湖南队吧，拼一下，也是非常想去拿到这个第三名。来看双方第三局。
3-2。确实啊，李英辉整个往前啊，今天还是能够控制住啊。嗯，魏亚欣的机会很少。3-3。其实能看到湖南队这边还是有意识的在更多的把球给到后场，还是忌惮于林辉在前场的一个封网。对，两个人同时都逼得很前。嗯，对，5-4，何启廷发球，6-6啊，第二局，在这一局当中啊，这双方比分还是咬得比较紧。这段下手还是分得比较好，位置打得很开，连续的分球啊。对，嗯，可惜啊，发球失误。其实打混双发女孩子的后场还是比较有效的。对，这是李辉的往前啊，真的很快，看得非常紧，这样也给其实刘成带来了很多这种进攻的机会。9-7。
抢得很快。确实啊，今天整个感觉林辉还是在往前压制了魏亚欣啊，魏亚欣的机会不多。其实厦门这边只要保持住李英辉和刘成的前后站位，还是比较占优势的。对，只要不是给对手这种起球进攻的话，两个人还是会占据一定的主动。对，然后少去抽，然后打他们两个平快的球吧。对，11-9，这样的话，刘成和李英辉是拿到第三局，大比分来到了2-1。包括整个刘成的接发球员还是给对手不小的压力。对。第四局，防得不错，好球啊。湖南这边还是整体上感觉还是在被厦门的进攻所压制，对，打得比较被动，还没找到方法去破解。可惜啊，林辉的失误。这球有个弹网。所以我们说到，其实今天整个林辉啊，在往前确实是做得要更好一些。
可惜啊。看到了两个人的后场啊，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五比五，漂亮！这个球，何继廷还是打得非常主动的。对，中半场跟进很快。对。可惜啊，啊，这是机会球啊。七比七。其实这一场比赛啊，对于两边来说都非常重要的。对。嗯，目前双方大比分一比一啊。因为下一场第四场将会是女单，韩悦和周萌。漂亮。嗯。如果说这场球湖南能够拿下的话，他们可能会更多的想着在第五场的女双上面去找一些机会，看能不能够跟厦门再拼一下。如果说这场厦门能够顺利拿下的话，可能韩悦的实力还是会更强一些。八比八，关键分啊！李云辉的发球，嗯，漂亮！哇，刘成啊，这个第三拍的处理。九比八，嗯，
漂亮啊，进攻的连续性啊，这样的话10-8，厦门队是拿到了长点。这样的话在第四局比赛当中啊，刘成和李英辉是11-8再拿一局，这样的话是大比分3-1拿到了这场混双的胜利。